那个云公子现在对小姐很好，但是一旦涉及到家族利益，他还会对你好吗？到底是谁对你下的毒啊？是莫夫人。姑姑？怎么可能是姑姑？不可能。臭丫头，敢给我下药，我不能报复她，我就报复她的朋友。而且这场戏，云大哥，我要她亲自看见。福总管接到消息，查出柳明月和沙凡有来往，我要去趟东平郡调查明月山庄。你乐爆米花，小女花不弃，首播再正式。